明天需要你去写一下。好。哎，这写不行，还是回家吧。哎，这才几点啊？你最低的规矩不能稍早退，干嘛呀你啊？不是老板，我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，管得着吗你？ Thousand years later。哎呀，工作这么久，我也想出去休息休息啊。工作做完了吗？你就休息。哎，这人员一到下午就开始旷课，都不能专心工作。我也要喝一杯咖啡去。雪姬泡的水不好喝，你别喝了。哦，原来你每天溜出去是因为这个啊？出去买咖啡？那你还倒退吗？不退了呗。你得说我才行啊！今天我监督你。到点了，我可以走吧？哎，别慌，老板进来吧。来了，老板，这次饭明天。这么早跟我说，就非得汉人跟我说，这不都跟你学的吗？一到下班点，我的工作效率响个不停，我该写了，赶紧的。你干嘛去？到点下班了。凭啥？我们活干完了。对，我们活干完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们早起啊，真的很困，辛苦老板明天给我泡咖啡呗，你又耽误我们员工福利了。